兄弟，案前迎三拜的一拜，六拜，三拜，为大中华民国112年，岁数癸卯年农历2月20日，依照大中华民国五方金火协会，为普及光彩，大中中福堂方圆金火协会。玻璃五福宫发信单，台中发信单管理委员会，台中大家圣母宫服务堂，为恭祝两位文武尊神圣驾，案前香火供养，供养你的工作，领主事节，另外从公文神护卫，传香堂主，做事当龙，为民传召。今日着台中和平宫供主。王振祥、朱林委员、朱志奇，拜了郑罗华一书人员认定案件，新风新曲，携手遵守，恭迎着两位文武之神圣驾来临。案件以三组清香大天庭，期望众神来感应，感应罗华弟子万寿成。案前佛求救福者福如东海，救寿者寿比南山，救灾者灾源广进。比如着做生意者，生意兴旺；求学者来进榜题名；务农者努力丰收。按前所求如愿，正常事情有求必应。按前行三拜礼一拜，比如着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疫情消散，再拜。比如着境内四时无灾，不值要求，努力丰收。三拜，比如正落下一束灵云，认定行东西得过人，往南北得财神，南又配做吉人，女又换果子寿，河南胜祥，国泰人天，必有以周边万事大吉利。天运112年，岁数癸卯年，农历2月20日，拜拜上圣行拜礼再拜。主持官按献香，全体请一香。
爱情敬献鲜花，花开富贵向三献的一献，再献满献，暗献鲜花。案前敬献礼品，为众将兄弟之谊。案前向上献礼，一献，再献，满献，暗献礼品。案前为考察新闻，得出新奇，敬地敬香炮酒。案前向上献礼，一献，再献，满献，暗献敬香炮酒。案前在着咱的和平宫五峰金宝夜会，也敬备着一份大礼，有着咱53位美女，案前来敬献着咱的礼酒。全体双手合掌，向着两位默默尊神案前向上献的一献，再献，满献，掌声鼓励。现在为普陈光彩，璀璨人生，一条台中和平宫五峰金宝夜会，敬备着咱的礼炮，为普陈光彩，璀璨人生，恭迎着诸位圣驾，前往土库红山寺，正巧吉安庙境内殿。现在一条现场人员准备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贴鞭炮！
中中国团风云庆功宴会，玻璃五福宫福盛团，台中福联团管理委员会，大家新北宫服务团名为服务执行师家，现在宫三庙各宫师家。